原标题：历史密档，老照片上被执行枪决的川岛芳子。川岛芳子1906年5月24日到1948年3月25日诞考证，又称川岛东真，号称之，汉明金碧辉，汉奸，日本间谍，清朝肃亲王善吉第十四旅。民国元年1912年清朝灭亡，善吉遇见日本之力复国，将女儿显于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，显于从此更名川岛芳子，被送往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，成年后返回中国，长期为日本做间谍。民国16年1927年与蒙匪八部扎布之子甘如尔扎布结婚，实为对内蒙进行政治侵略的手段。民国17年1928年前去上海从事特务活动，历任为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、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等要职，曾先后参与黄姑屯事件、918事变、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，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上海128事变和转移婉容等祸国事件，被称为男装女谍、东方女魔。民国34年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，民国37年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，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，终年41岁。下面是当时媒体刊发的当年珍贵影像，但据说在2006年长春青年女画家张玉主动揭秘，她姥爷段连祥临终前告诉她，曾在长春市郊外隐居了30年的方老，就是举世闻名的间谍川岛芳子。经中日专家合作调查，爱新觉罗德崇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一世孙出面作证，法医用科学方法反复比对骨骼结果，验明死者留下的数件遗物，却证方老就是汉奸川岛芳子。返回搜捕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